要吃百香果。先吃这个，吃个的。奶奶那个红。那你抱。嗯。奶奶，你吃一个。我不吃了。嗯，好香呀。二宝出生15个月了，昨天晚上发高烧，吃了药又退了，现在又发高烧了。天哪，都已经烧到40度了。赶紧带他去医院看一下。通成这个些了？发高烧。烧到几度？40度。我没那个钱。妈，你不想去了，我只能带那个钱。我也想去。默默，你别去了，喵喵姐姐等一下就回来了，你在家里陪她玩。好的。二宝生病，只要妈妈掰，辛苦子宁了。我们现在带她去打针。我们来到了镇上的一家诊所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夏天好。妈妈，医生说孩子太小了，不敢给他打针，只能给他贴退烧膏，还开了一些药。柯晨，现在好点了吗？看看脖子，看看脖子疼吗？是不是舒服多了？啊，可以了。野光，你带着柯晨，我去几个快店。好的，子琳。不能摘花。我家二宝还挺乖的，高烧发到40度，不哭也不闹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你看，柯晨妈妈来了，去找妈妈。我们回家了，拜拜。